来，第二局准备，请八牌。在积分最低的是真理，所以从你先问你要不要求救。那我求救好。好了，那真理就好好那就让给我好了。好，我们希望你今天可以赢了哈，加油。好。哦 ，OK， 就这样。好，好，直接开始抢叫地主，从积分最低的开始叫，好不好？叫不叫地主？叫地主。三等局叫地主，张清明叫不叫地主？叫。好，抢地主。六分。杨雨妮，要不要再把积分往上堆？我也要叫。你要叫？他抢了。对啊。要抢十二分了，所以就十二分了。我们两家打最低了。杨雨妮这把牌运气真是好，叫地主补进来的六七八刚好跟原本手里单张的六七八配成对，可以组成六七八的三连队一起出牌。记得斗地主跟大老二不同之处就在于大老二的对子一定要一对一对慢慢出，可是斗地主中的连队只要有三组以上连号的对子在手中就可以一次一起脱手。唯一要注意的是二是不可以包含在连队中的哦。除了六七八连队之外，杨雨妮最强的是手里还有九铁支，铁支最强的就是除了两张鬼牌组成的火箭之外，就属铁支最大，可以压制任何的牌型。另外杨雨妮还拿到一张小鬼与一对二，看来剩下的单张就算是三四这种最小的牌都可以轻松获胜啦。宋希尼这把牌型分布得很平均，有三跟四两组连号的三条可以出成飞机的牌型。记得所谓的飞机就是手里有两组以上连号的三条就可以组成，不论是单独出两组三条，或是各搭一张单张，或各搭一对对子，都是飞机的牌型。而二是不能出现在飞机牌型中的哦。另外飞机不是靠谁出比较多组三条取胜，上家出几组飞机搭一对或单张，下家就要出几组飞机搭一对或单张，比的是三条的点数哦。除了飞机之外，宋希尼手里还有 K 铁支，剩下的一张八一张 S 搭配大鬼一张，就算一张一张慢慢出都能轻松获胜哦。哦，真理这把牌最惨的就是六七八这三张单张，既没有三条可以搭着出，也不能跟其他的牌凑成对子，更不可能有连队可以出，而且一张二或鬼牌都没有，想要顺利把这三张出掉，看来得靠同是农民的上家宋新尼炼丹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出了。所以说这三张牌是真理最致命的弱点，除了难出的三张单张外，其他牌真理都还算幸运，有十 JQ 三组连号的对子可以组成连队一起出。记得哦，连队就是要有三组以上连号的对子组合在一起才是可以一起出的，但是二是不能出现在连队中的。另外呢，真理最强势的一组牌就是五铁支炸弹。所谓铁支炸弹，就是四张一样点数的牌要一起出，但是铁支要带两张单张或对子出牌也是可以的，只是搭了牌再打出去的话就不算是铁支炸弹，也不能压其他任何的牌型，充其量呢就是一般牌型的一种。这个出法主要就是求赢不求积分翻倍，以先能出完牌为主要目的喽。看样子真理也可以考虑将五铁支搭配难出的两张单张一起出掉，先求赢再说啦。地主准备好了，请出牌。哎呦，真好 ，OK。把六七八的连队出掉。好，六七八连队。K 的炸弹，怎么会有炸？你牌有这么好？你牌这么好，一开始就炸了。你家里有事直接走的。七老八老的，你炸什么？我会穿炸别人呢。真的哦 ，Oh my god，Oh my god， 还有三四九，应该就炸了 ，K 炸弹，那我们就应该不出，因为我们被吓到了。啊，打了 K 炸弹，我也不出，看你牌有多好。好，那不出，等等，来宋希尼继续出牌，三跟四各带一张。三跟四的三带一的飞机，对，所以你现在就是五五六六六，我们八八八不出，好不出，好杨雨妮有没有？有啦，好啦，我九的炸弹炸掉，再炸，不
出。好，不出。来，胜利，晨晨。没办法出，他酒太多了，我醉哦，我醉。好，来，雨妮，请继续出牌。我喘口气。一对十。好，十一对。宋欣妮。十一一对。宋欣妮打十一一对。我们一对尖。S 一对。来，雨妮有没有 S 一对？有，我不出。你不出。好，他不出。来，宋欣妮。不出。对，同样是农民，不会互压。哎呦，就这几张，我们出四张五带两张。四带二。四带二。四带二。哎呦。解支炸弹如果要压其他牌型是不能带任何其他牌一起出的，但如果要带两张单张或一对的话就不算是炸弹，也不能压其他的牌型，只能算是牌型的一种。下家要压的话，除了火箭或铁之外，也只能出铁之带两张单张或一对的牌型哦。炸弹带两张叫出牌就不叫炸弹，因为我们发现炸的已经够多了，因为我不想赢太多，你们有炸来，雨妮有没有？这只有炸弹可以压他的啦，没啦，还有没有再炸弹？没啦，没炸弹，不出。他们已经算准没有炸弹。来，三连队，三连队，抽蛋，十、十一、十二，这三张，不出了，没有，不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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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换你们，好吧，好，好，来赌一下，二一队，哇塞，赌这么大，二一队。现在只有鬼炸可以炸你们了。对。但是我在抓鬼一加一张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有的出，因为鬼炸有的出他早就出了。对。我剩三张，因为我剩三张牌，我刚才那个长的三连队出去以后，他就会有危机意识，他势必会用鬼炸压我。因为他没有出手，表示鬼分开来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出二配，他再炸也来得及就对了。我现在出二配，然后他用鬼炸的话，表示我刚才。判断错误，那就让大家判断错误吧。陈雨妮，我要炸喽！来，因为我想说，万一你只剩一张，我全是对子可以打你啊！对，好厉害哦！哎，只能讲讲而已啦。好了，不出了。猜对了，耶！地球高，耶！